是外人。大爷大妈，是这样，上次我来拜访二老呢，有些事情还没来得及说，当时志存有点事儿就走了。今天一呢是来给二老拜个年，二呢就是想把我和志存的事情再跟二老商量一下。这还得看志存是什么意思。志存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表个态呀。啊，爸妈，我愿意娶刘芬。你愿意？我还不愿意呢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嫂子，过年好。你就是刘芬吧？你凭什么老缠着我们家庄志存，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啊？你弄错了吧？谁缠着志存，谁破坏你们的感情了？你忘了，你们离婚多少年了？我跟庄志存20多年的夫妻情感了，你们俩才认识几天呢？感情是用时间能衡量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没听见吗？志存亲口说，他愿意娶我。庄志存还说要跟我复婚呢。谁说跟你复婚了？你就是说跟我复婚了。哎，你要是不想跟我复婚，为什么我一打电话你就过来？哎，我生病你床前床后的伺候我，你那么关心我，那么照顾我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心里全是我，全是我。都给我闭嘴，还让不让我过这个大年了？妈，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但是，庄志存，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要把话说清楚。今天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这院子里只能留一个女人。你放话吧，留他还是留我？刘芬同志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这些孩子们啊都缺管教，让你见笑。大爷大妈，这大年初一的给你们添堵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刘芬。